思佳日前卷入假包风波，尽管已拍影片证实自己代购的包包为真品，但网友们却不买单，在网上受到不少批评，就连她老公也惨遭波及，甚至有消息传出她录影通告都受到影响，将暂停部分工作。对此，经纪人则澄清，她的工作持续进行中，有节目通告也还是会上，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。22日，王思佳老公就发文透露，夫妻俩一起进棚录影，同时也曝光王思佳近况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，王思佳穿着白色蕾丝雕花洋装，脸蛋看起来似乎消瘦了一些，不过整体气色看起来还是相当不错。而这也是在风波过后王思佳第一次录影，相信节目播出后又会引起高度关注啊。Bye.